它不是冰的。我们现在找到了一池可能最好拍照，因为下面有一点渐层一层一层。其实这边其实不好拍，因为人太多了，而且我眼睛都张不开，真的看不到，因为太阳太大，这边完全没有任何遮蔽。我现在想要拍个大片，所以我想要泡在水里拍那种半那种感觉，唯美，应该可以成功吧，老公？可以。好。滑的，你看那些人都赤脚，我觉得我是最聪明的，我是全世界最聪明女生。没错。Yeah！ 我今天脚上都踩得像那个奶油一样黏黏的，滑滑黏黏的。没错没错，他们说这个是上帝打翻的牛奶罐。蛮浪漫的，我觉得蛮漂亮的。